Hey, Mom. Let me take it. This. 啊，你不是说要去你家住？沾盐巴比较好吃啊。啊，你们自己出来住哈，都没跟妈妈说。要寻男朋友，我不想回家。几岁的西瓜吃这样哦？我没沾到衣服。桌子啦，你看西瓜汁都沾长蚂蚁。背上长痘痘，穿衣服是会死是不是？地上脏脏的也这样躺，用这个洗吧，看会不会好一点。妈，表姐她……哦，我先回家。你最近去健身啊？你住这里是怎样啦？房东说没有家具，可以算我便宜一点。你躲在这里，该不会心伤吧？开了。被女生甩？算是吧。表姐，哎，对，我跟你讲，我新室友的表弟跟你一样都不爱穿衣服，哎，但不知道身材有没有跟你一样好，哎，下次要不要一起见一下？好啊。Come on，不过就是失恋而已，有必要这样要死不死的吗？我给你看我的新室友，超正。这是我表姐。表姐，你是他表弟 ？Oh my god， 也太巧了吧！哎、欸，超巧的、欸。哎、欸，所以你被表姐甩了。千羽知道你喜欢他吗？不知道，我自己也不知道。什么意思啊？知道他跟凯艺甲分手之后，我才发现自己是真的。可是你们，我建议你还是不要跟他告白比较好，毕竟他都已经有男友了，而且你们。嗯，我想这个心情应该过一下子就淡了啦。如果你需要找人家聊聊的话，再跟我说吧。拜拜。你没有回你妈家，跑来这里住，怎么没有跟我说啊？哎，结果你跟小赖也认识哦，好巧哦。姐，你今天怎么会有空来找我啊？我想说来看你一下啊，不行。我知道你跟凯艺还在一起。以前只要我交男朋友，你就会变一个人。
为担心你才是。是我太幼稚了。我跟你说，我之后会搬去跟凯伊住一阵子，所以以后你不能直接来找我，你要来的话要先打电话给我，不然我怕我不在家。所以你之后会跟凯伊住在一起吗？之后，我再邀请你来他们家玩。好。姐，我下次再介绍女友给你认识。哈？你什么时候交女朋友啊？什么都没有听你说过。我最近刚认识的。